邓佩儿出席剧集宣传，身在洛杉矶嘅黄子轩乘机准备咗个惊喜俾佢啊 ！Gloria 感唔感动呢？确实，如果现实中真系条桥系一个男仔谂嘅话咧，就确实系几冧嘅。但我好肯定唔系佢谂嘅，系啦。因为点解咧？因为 我曾经都讲过话，我好中意珍珠奶茶嘅。咁但唔知点解以往咧系从来冇男仔系即系用珍珠奶茶嚟氹我咯，喺我嘅人生入面。咁我成日会幻想啊，如果有一日有一个可能拎三四杯啊，即系嚟你屋企，哇，几浪漫啊！呢啲情节。但是没有发生过的，所以刚才确实是很 sweet 的。理想型现实中的他都算是的，因为有识音乐啊各样东西，他本身都是 ABC 啦，又特别倾得埋啦， 都算是的。日前蔡思贝自爆因为压力太大而患上躁郁症， Gloria 有没有察觉到啊？哪思貝，哦，係啊，唔覺得佢有咩問題？冇喎，冇喎，咁好專業喎，唔係，因為我完全覺得完全冇感覺到任何異樣，係，最緊要身心健康啦，因為我知道佢好攰，其實我覺得佢好犀利，因為佢劇接劇。跟住無論係之前嗰套劇都係好多體能啊各樣嘢，所以我真係覺得作為一個女仔，思貝真係好勁。咁當然希望佢多啲休息，照顧自己身體啦。